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十八页，经文倒数第四行，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。过中声闻，天人无数，寿命一切无量。这一段是第十五愿，寿命无量愿。底下一愿我们也念下去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第十六愿。这一章里面呢，有两愿。这个两愿愿文都非常清楚，说明佛的寿命无量。世尊在大乘经里面常常说到，佛有三身：报身、无始、无终，这是真正的无量寿啊！这法身，法身无始无终，报身有始无终，这也是无量寿。应化身有始有终，时间长短呢不一致，那要看众生的感应。所以应化身是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佛住世时间长短，完全是众生的业力。众生好学，佛住世的时间长；众生不好学呢，佛住世的时间就短。所以应化身是要看众生跟佛的缘分而定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住世八十年，他老人家八十岁圆寂的。那我们看《无量寿经》世尊为我们介绍过去世间自在王佛，他教化众生就四十二劫，可见得住世的时间很长。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四十九年，世间自在王佛教化众生呢，是四十二劫。这个时间长短呢，相差悬殊太大了。我们在经上也能够看得出来。世间
自在王处是那个时代众生好学，实在讲42劫不长啊，生5色界天，寿命最长的8万大劫，42劫算什么？众生造业，堕在地狱里面。那个命短的，都差不多到10000劫。所以我们从天上，从六道里面去观察，42劫的时间不算长。可是对我们来讲呢，已经是天文数字了，不可思议了。由此可知，我们不能不好学，不好学，圣贤都灭度了。只有好学，才能把圣贤感应来注视。圣贤注视帮助我们成就，法藏菩萨，这是释饶王出家之后的成就啊。他在没出家之前是一位在家菩萨，护持佛法，行菩萨道，以善法教化人民。表示教导一切众生孝亲尊师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经典上没有记载释饶王孝亲的文字，但是记载着他尊师重道的这些文字。他能尊师重道，决定能孝顺父母。师道跟孝道自古以来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他奋发好学，有大志愿，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，我们在这个经文里头要怎样去学习，自己应该知道啊。48愿是他修学具体的报告，他所学的，他所修的，他所成就的，如何成就自己，如何帮助别人。
那么这一愿当中，我们明显看出来，第一句他说的，这是说他自己，我做佛时寿命无量，古大德有很多说法，这个寿命是报身还是应化身？佛书看多了，自然就能体会。如果说是化身、报身，说寿命无量就没有意义了。为什么呢？本来就是无量的嘛。那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说是应身无量啊，这个意义就长了。世间自在王的寿命绝不止42劫，他讲经说法42劫，至少啊，我们也要把它加一倍呀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他住世绝不止49年。在那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应化的寿命应该是100岁，人寿100岁的时候，世尊出现在这个世间。为什么80岁的时候就圆寂了呢？化缘尽了，也就是说根熟的众生已经成就了，没有熟的众生也帮助他们增长，没有善根的人也帮助他们种善根。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的事情办完了，提前走了啊！他之所以能提前，就是他的工作做得很认真、很努力，进度提前加快了。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魔王波旬对他的要求，佛是非常慈悲呀。魔王波旬呢，要求他早一点入班涅槃。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，佛决定没有忘。说的话了，一定兑现的，是魔其情的。但是，世尊，幕后还有20年的福报啊！佛的福报太大太大了。这个20年福报呢，就是给正法、相法。末法时期所有出家众应当得到的一份供养，佛家讲的四世供养啊。我们今天享受是佛的余福啊，余福这么大，所以佛是佛慧二足尊，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呢？寿命在我们世间人看是属于五福之一，
而且是福德里面第一福啊。诸位想想，如果你没有寿命，你有财富，你有地位，你有权势，你有聪明智慧，你有许多眷属，人没有寿命不就都落空了吗？就寿命是第一福啊，你得有寿命去享受啊，没有寿命，福报再大，自己不能享受，还是得于灵啊。寿命是世出世间第一福啊。我们今天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，你看大家都把寿命看得非常重啊。他的寿到底是真无量啊，还是有量的无量呢？过去不少人这样说过，提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世尊在佛经上讲过，将来阿弥陀佛也有灭度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上无灭度，观世音菩萨下无就借佛位，就借着成佛了。世界的名称，佛的名称也都换了，改朝换代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应化身啊，但是他的寿命呢太长，称为无量寿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人能够计算得出来。和下面这一愿，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啊。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都成圆觉了，大家来计算，算多久呢？算一百劫，算一千劫，算百千劫，都算不出来。有量的无量啊，几乎是真的无量了。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的。所以这个无量不是一个普通我们所说的有量的无量。如果从理上讲，一切诸佛如来的应化身也可以说全是无量寿。诸佛菩萨不仅仅是化身大士啊，全教菩萨声闻缘觉也常常在世间应化，不但四果罗汉应化在世间呢，三果的圣人在古代中国史传记载的就不少。由此可知，大乘小乘
性相念宗，真真正小果以上的人，都常常应化在世间。为什么？修集功德，绝不能够离开众生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离开一切苦难众生，你到哪个地方去积德累功？你的福慧，你的定慧到哪里去修啊？由此可知，真正修行人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，决定没有离开众生的道理，他才能成无上道。但是寿命长对我们修学有极大的方便，寿命短促给修学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啊。我们道业这一个阶段还没有成就，寿命到了，算是这一生修得很好，持戒修善，来生再得人生，缘分好啊，又遇到佛法。诸位想想，至少要耽误十几年了，你不可能生下来就会学佛，总得要十几二十岁啊。这个一段当中说，停了这么久，前世所修的差不多都忘干净了，这一生呢要重来，这个就是所讲的退转了。一个生死是一个很大幅度的退转，如果寿命长呢，就可以继续不断的修学，能够做到不退转。我们想想法藏比丘，如果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他决定成就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寿命太短了。他生在世间自在王那个时代，寿命长啊。接受老师的教诲，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千岁修行五劫，这么长的时间能够继续不断，这我们常讲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，他成就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想成就，时间太短促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业障。我们为什么生到这个时代？为什么不生在世间自在王佛那个时代？所以一切果报这是自己造作的，自己要承受。这一句话固然是老生常谈呐，意义太深太深。
今天世间人相信因缘果报的人不多了，学佛人里头多不多？也稀少了。所以印光大师特别提倡信因果。其实古往今来，诸佛菩萨高僧大德哪一个不提倡呢？哪一个不重视呢？是出是法总离不了因果的定律。种善因决定得善果，造恶因要想得善果决定没有这个道理。我们细细读古来这一些善恶果报的记载，很清楚很明白。为什么不能够随顺佛陀的教诲呢？为什么还是念念呢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？我们要不能把这个念头彻底改过来，这一生成就往生没指望啊！我说的是真话了。佛讲的话在经典，好像经典是自古以来的记载，距离我们太远了，未必可靠。现代人讲的就在我们面前，句句提出科学证据，我们听了不能不信。我们到底是跟佛走还是跟着世间这些人走的？佛祖对我们的心态了如指掌啊，太清楚了。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四帖书上品上生章》讲的多透彻，这个注解我们讲过，上品上生章我们特别讲过这一段。他讲的是什么呢？叫我们肯定坚定信仰随顺佛的教诲。不可以随顺人的教诲啊！偶尔之间，这个世间人，他们种种这些说法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辅助，宾主。要分清楚，寿命长短，这属于业报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
什么样的业因得长寿？无为布施啊。什么是无为布施呢？诸位都念过，观世音菩萨是大施无为者，我们就明了了。无为布施就是救苦救难啊，看到众生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伸出援手，帮助他早一天脱离苦难，这是施无为，这就是无为布施吧。果报得长寿，健康长寿。这个是健康长寿的真因缘。决定不是用这些药物啊、补品来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健康长寿，那个话是假的。我们在历史上会看到许多朝代的帝王，他那种保健进补，我们世间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啊。但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死的很多啊，这不是说明了医疗保健进补不是长寿之道啊。历史上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再看看现代，我们周边这一些富贵人家，贫贱人家没有能力谈保健了，三餐饭都吃不饱了，还谈什么保健呢？肚子填饱了就是很万幸了，哪有资格谈营养、谈进补、谈保健？富贵人家才重视这些。我们看看那些富贵人，他的身体怎么样？寿命长短，固然也有八十九十，不多啊。四十五十走的，一半以上啊。这回来想想，还是佛讲的话有道理吧。佛告诉我们，六道凡夫没有见性啊，修财布施得财富，你修得多，你得的多吧，你很欢喜痛快的修，你得来的时候非常自在，你勉为其难的去布施，财富是可以得到，得得很辛苦啊。由此可知，果报的的确确，丝毫不爽。啊，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讲的是如是啊。
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缘，如是报，一点都不错，决定是相应的。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。我们要不肯修因，哪里会有果报？我们这一生物质条件缺乏，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没有智慧，过去生中没有生，没有修法布施，身体不健康，过去生中没有修无为布施，读佛经才把我们的遭遇真正的因素找到。那要问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，答案是肯定的。你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了，只要把这个原因消除，我们就能够获得愿求当中的果报啊。我们今天缺乏财富，修财布施，我没有钱怎么布施呢？一块两块钱总有吗？多了没有吗？能在自己生活当中节俭一点，修财布施，佛师门中修福，果报都不可思议，在乎你的真诚心呢。诚心诚意，在生活上节俭，省下一点钱，在佛门里面修布施。祸福有不可思议者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有很多人疑惑，我这一点点钱怎么能够获得很大的福报？这里头有道理在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坚定信心。今天是观音菩萨圣诞，也正是新加坡第一尊四面千手观音开光的日子，我们在佛像上贴一片金箔，这个很便宜，要不了几个钱呢。你看看我们这个现在在二楼义诊所里面，观音菩萨正在那里贴金，那个金箔是24K的，那一张很薄很薄啊，我看不要10块钱的，10块钱可以买好多张啊，贴在佛的身上，
财布施啊，财供养啊，这尊佛像供在那个地方，多少人看到生欢喜心，多少人看到啊，起断恶修善的念头，你就想到你的功德有多大了。无量无边功德里头有你一份呐，啊，有你一张金箔贴在你啊，所以福报不可思议。这是众福，看你福种在什么地方。啊，你这点福是庄严道场，这个道场是正法道场。天天有人在这边讲经，天天有人在这边念佛，传说当中8月18了，是有大灾难要来。明天8月1号了，还没有预兆啊！啊，看这个样子好像不会来了。啊，多马斯的预言说恐怖大王自天而降。啊，可是我们不要欢喜太早了，为什么呢？还有18天嘛。确实大灾难之前一定有预兆，实在讲预兆很多啊。我们粗心大意没有见到，我们起见念佛堂的时候，我跟诸位同学说过，我们认真努力，依照佛的教诲修学，断恶修善，老实念佛，为全世界苦难众生祈福。啊，建念佛堂24小时不中断，很难得。每一天夜晚都有100多人，啊，上午有200多人，下午有400多人。这样殊胜的功德，虽然不能够把这个灾难消除，但是把这些灾难减缓，灾难的幅度减小，时间缩短，这是肯定可以做得到的。都在我们一片真诚啊，真正的忏悔改过自新才有效果。这个道理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境随心转。灾难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不善心感得来的。我们现在把不善的心断掉，以纯善的心来修学，处世待人接物，用纯善之心，境随心转，这是我们理论的依据啊，绝不是迷信。可是现在麻烦来了，怎么来呢？大家看看没事，一天一天都很好过，佛也不念了，
善也不修了，恶也不要断了。我们的心松懈了，一松懈，危机就接着跟来了。真的灾难到头，后悔莫及。所以，念佛堂啊，我们要加功用恨，一丝毫松懈不得。要知道，这个灾难的延缓，灾害幅度缩小，与我们起心动念，与我们修持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即使这一些传说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，我们也应当借这个增上缘，将我们自己的道业提前成就，又何尝不是一桩好事？本来我们的成就要几十年，甚至于现代堕落了，现在有这么一个增上缘提醒我们，警惕我们，让我们在短短几个月当中就修行就正果了，大好姻缘呐！为什么要懈怠？为什么要懒散呢？为什么要退转呢？修行要拼命啊！修行要分秒必争啊！你们同学们，如果稍微细心一点，我跟你们相处，我在用功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每天境界都不一样啊，你们跟我接触的时候，你应当能看得出来，我跟你们谈话，你应当能听得出来。我是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希望在短时间的时候我有成就。你们把这个因缘，大好因缘舍弃掉了，这个没法子，我不能勉强你们了。现在这个社会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，谁也不能干涉谁，我只能劝劝你，而且还不能对你一个人劝。劝的什么呢？你烦心啊！我劝大家，你在旁边听啊，你听懂了，是你有善根的，你听了觉得很厌烦，那是你善根薄弱。听懂了肯做，你有福德，你有福，你这一生有成就。你的成就是你的成就，不是我的成就。过人成就过人呐。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，对于真正修行人来讲是好事，决定不是坏事。
处在这个环境里，不用功不行。不克服自己的障难不行。不克服自己的妄想习气，决定堕落。那一堕，不知道堕到哪里去了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。修行就是生活，修行就是处世待人接物，修行就是服务一切众生。一定要用真诚心啊，绝不能掺杂丝毫虚妄，一定要用清净心，不能夹杂一丝毫的染污啊。我们真干，对待一切众生，绝对没有功高傲慢心。在一切境缘当中，修平等心，修大慈悲心，能够舍己为人，欢喜帮助一切众生，全心全力去做，绝对没有吝啬。我们这样的发心，这样的行持，才能感得佛菩萨的护念，龙天善神的佑助啊。我们心转过来了，圆圆满满的转过来了，我们的相貌，我们的体质跟着就转了。这个是我在讲经说过很多次啊。我们修行成就最明显的是容貌跟体质，一定要懂得。算命看相都常讲，相随心转，身体健康长寿也是随心转。所以你修行有没有功夫，功夫得不得力，看看你的相貌，听听你的音声，再观察你的举动，就清楚了。这个东西还能瞒人吗？你到底有没有真功夫？就是说，你是不是真的回头了？如果我们精神体质还跟从前一样，一定要生大惭愧心，功夫不得力了。功夫不得力，说实在话也是有因缘。人不是生而知之啊，生而知之那是成愿再来的佛菩萨，我们凡夫都是学而知之啊。你们年轻的法师
不远千里而来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学而知之吗？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修学环境，有护法菩萨在此地照顾大家，事事供养不缺，比古来祖师大德的日子好得多了。我们生活环境啊，是古来祖师大德望尘莫及的呀。可是我们修学的功夫，能不能也超过他呢？如果我们功夫不能超过他，我们今天的受用，怎能不生惭愧心？我们的物质生活超过他。我们修学功夫进度也要超过他。祖师大德看到的时候，他在甘心呐。他也拍掌啊，也欢喜呀。从前人晚上看经，是在油灯之下了。哪有这么明亮？半个世纪之前，抗战期间当中，我在学校念书，晚上上自修课，一个小时，点油灯呢，一个人一个油灯，一根灯芯呢。我说一根灯芯，现在很多人听不懂，中国大陆的同学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听懂。点油灯，一根灯芯，那一个光啊，比蜡烛小很多，大概一支蜡烛啊，恐怕是至少三四根灯芯，那个光度才能抵得一支小蜡烛。我们在那个里房间里自修啊，一个教室三四十个学生，三四十盏油灯。那个油烟的味道啊，呼吸到鼻孔，鼻孔都是黑的呀。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们今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现代人如果要过我们以前那种生活，你一定觉得这很不卫生啊，这伤害身体啊。我们在那个时候没听说这种话了，日子过惯了，习以为常了。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头，过这样苦日子的人不是没有啊，恐怕还很多。我们想这一点福报，当然过去生中修的吧。可是这个福报想得尽呐，不是永远想不尽的，很容易就想完了。尤其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，不知道修福，不知道惜福，所以这个福报很快就想尽。想尽之后怎么办？纵然有寿命，福没有了。寿命是很长啊，没饭吃，饿死了，你说冤不冤枉？饿
死冻死，他虽有寿命还是要死，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落井人亡。落就是你享受的，你这个尽了，寿命虽然很长，但是也不行。还是要死啊。那么翻过来，寿命短的人，他一生呢肯惜福、肯修福，寿命到了，他的福禄没有尽，还有多的。往往这种人呢，延寿啊，他没享完嘛。比如说，他有60年的福报，他非常惜福，非常节俭。60岁呀，时间寿命到了，他的福很多，余福很多，寿命自然会延长10年、延长20年、延长30年。这个是因缘果报的定律啊，这是真理呀，是事实真相。我们要不要长寿呢？要。为什么要长寿呢？我们要多一点的时间来修学。时间短促，我们道业没有成就。如果时间长，纵然我们道业有成就，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了，确实有资格往生了。但是佛在经上讲得好啊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一夜，等于极乐世界修行100年呢。假如我们在娑婆世界寿命长一点，再有几年的时间，我们从功夫成片修到四义心不乱，到极乐世界岂不占大便宜啊？我们生方便有余土，如果寿命再长一点，我们能够修到理业心不乱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。所以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明白人，在娑婆世界其他不争取，争取时间。因为娑婆世界的时间太宝贵了，宝贵在什么地方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娑婆世界进步很难，退转很快，西方极乐世界情形跟我们这里恰恰相反。这个他那个地方没有退转了，但是进步很缓慢，不像此地，此地可以有大进大退，他那里不退，但是进得很缓慢，没有办法大幅度的向上提升，这个地方可以大幅度的向上提升了。所以这个缘，娑婆世界比极乐世界好。哪个世界都有好的，都有缺点呐。我们把娑婆世界的优点掌握住，抓住，缺点完全舍弃掉，我们就能得大成就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一生当中，能够达到离业心不乱的人有没有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宗门的知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跟净土宗的离业心不乱完全相同。
明心见性啊。什么叫明心见性？说这些名词让我们听起来迷迷糊糊，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。明心见性，换一句话就是用真心，不再用妄心。心性是真心的，你能够用纯真之心，就生十报专严土。什么是妄心呢？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就是妄心。如果我们还搞不清楚，或者是法师，你也是凡夫，你也有烦恼，你的话我们未必相信啊。那拿佛的话来说，《金刚经》上有个标准，用真心的人呢，立四相；立四相的人就是用真心的人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个人在念佛法门理一心不乱，在宗门里面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如果你我没有离开，有我就有自私啊。你就有私心了，有私心做怎么样的好事，是三界有漏的福报。再大的好事，佛经上有个比喻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也是三界有漏的福报。最大的福报，到大梵天去当天王去了，到摩西首罗天去做天王去了。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啊！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为人演说大乘经上一四句偈。哦呦，这个师父在经上有点没错，我们听了不能相信。佛这个话大概是勉励我们，劝我们去读经，大概不是真的。那要不是真的，佛在经上讲，佛是真于者、实于者、如于者、不狂于者、不异于者，那这几句话不都靠不住了？我们要有这种怀疑，这很深的罪孽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不相信真话，相信假话。佛字字句句都是真实不虚啊，没有一个字给你讲假话。佛菩萨是以真心待人的，我们凡夫是以虚狂对待佛菩萨。我们用虚情假意，佛菩萨用真心对人啊。决定没有丝毫自己的利益在里头，没有丝毫自己的意愿在里头。你用的心是真心啊！我想怎样怎样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已经是妄心了，不是真心了。所以我常常啊勉励同学们。我们从哪里下手？一定要知道，
我们要从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舍弃控制那个意念下手。六道所有凡夫起心动念都想控制人、控制事、控制物，我们只要细心观察，你看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这种形态就表露出来了。他喜欢的东西他抓得紧紧的，控制他啊，不喜欢的他就哭啊，他不会说话，你从他的动作当中能看出他就有控制人事物的这个意念的念头，这不是好东西啊。从控制发展就成为占有啊，占有就造业了，控制那个念头是迷惑啊，惑业苦啊，占有是造业，带来的就是六道三途的苦报。所以佛教我们放下，佛教我们舍弃，决定正确。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，就是他舍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。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，无疑不是随缘呐。我们凡夫是攀缘，攀缘就是有自己的意思在里头，没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是随缘，有自己的意思在里头是攀缘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学比什么都重要，学而知之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古来这些大德无论是出家在家，以亲近善知识为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！诸位在高僧传上看到，宗门语录里面看到，中国大陆这些寺院山志记载里面看到，在家出家到这个道场都会住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为什么？亲近善友，得到学习的机会啊。每天有时间读经，有时间听经，有时间与同参道友们研究讨论理，越说越明白，明白帮助我们开悟啊，帮助我们破除迷惑，我们才能够得到啊，真正获得如理如法修学的成果。这个成果就是智慧福德，你看如来果地上二足尊，智慧福德
圆满了，足就是圆满的意思。我们自始至终，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，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呢？获得智慧。这两者都重要，但是对初学人来说，智慧比福德更重要，因为你没有智慧，你不会修福，你也没有能力看出哪是福，哪是祸，吉凶祸福，你很不容易辨别，所以对于初学人来说，智慧重过福德。对于老修行的人说，已经开悟了，福德重过智慧。我们在佛经上读到，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证明啊。菩萨成佛了，智慧圆满了，还要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福，你想想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要不修福啊，他就得不到32相80种好，因为相好是福报嘛。所以用100劫的时间去修福啊，然后才能度众生呐。所以度众生不能没有福啊。众生说老实话，你有智慧，智慧有什么用啊？学问再好，不能当饭吃啊！可是有福报啊，有财富啊，那一引就过来了。所以菩萨要成佛度众生，那没有福报怎么行呢？所以要福慧双修，要福慧圆满。因此世尊教导我们，整个过程当中福慧都要顾到，不能偏重一边，最好是福中有慧，慧中有福，这个叫中道啊。偏在慧一边或者偏在福那一边都不是中道，中道要讲求佛慧双修，佛慧等学，可是真正的这个佛慧决定是个真诚心，有一丝毫欺骗众生心，佛慧都没有了。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回头第一个就从这里回头，过去都是用虚狂心对待一切众生，甚至对待佛菩萨。我们从哪里回头了？第一个从这儿回头，从今而后我们一定像佛菩萨一样用真诚心对待一切众生。你果然从这里回头了，你立刻就得诸佛护念，你立刻就得
龙天善神拥护你，他不是拥护你的人，佛菩萨也不是护念的者，拥护你这个真心真诚啊，这是稀有难得的道心啊。这个心难发了，一发就正果啊！你看《大乘经》里面初住菩萨发心住啊，只要你这个心发了，不退转就住了，啊，住在这个真心上呢，你就是发心住的发身大士。佛家所讲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就是比喻这一桩事情啊。屠刀是什么呢？屠刀是妄心的，虚狂不实的心，屠杀你的法身慧命啊！法身慧命的屠刀啊！你能够放下了。法身慧命得救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为什么不以至诚心处世待人接物呢？如果你说我用真心待人接物，我就吃亏了。这句话是自欺欺人。你用真心处世待人接物，决定不吃亏呀！啊，虚狂心呢，你吃的亏大了。啊，将来要堕三途，那个亏大了。将来要受恶报，你看你这个亏吃的大不大？所以，吉凶祸福利害。能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如何去吉避凶，大学问。啊，所以同学们如果在这个上面有所体会，我们亲近善知识是多么重要。我早年遇到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三年，他老人家圆寂了。他要是不圆寂，如果要长寿，那早晚呢，我会跟他学秘去了。一定道理嘛。他教我三年，他走了。以后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十年了，一堂课都没缺过。我们属于常随众啊，他老人家到哪里，我跟他一道啊。那么现在，我们要发心。亲近一个稀有无比的真善知识，阿弥陀佛，决定求生西方。亲近阿弥陀世尊，我们这个选择决定正确，一丝毫错误都没有。设方诸佛如来。如是劝告我们呐，我们在这一愿当中，要升起向往之心，何以故？无量寿啊！只要寿命长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他住世长，
教学的时间长，我们到那个地方去，寿命也是无量。我们修学的时间长，哪有不能成就？世尊在大经里面常讲，凡夫修成佛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量寿比三大阿僧祇劫长多了。即使三大阿僧祇劫，我们也能够如期毕业。不会退转呢，不会中断。所以诸佛如来劝我们求生净土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除净土之外，他方诸佛世界都有退转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都有退转呐，都有六道啊，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轮回。西方世界，诸位仔细去观察，在十法界里头，它只有一个法界，一真法界，它没有十法界，真纯到基础，普贤菩萨法界。佛常常跟我们讲啊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西方极乐世界个个修普贤行，本经序分里面介绍上首之后第一句话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。西方世界是什么世界？普贤法界。普贤法界跟大乘菩萨法界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普贤菩萨的心是纯真之心，一丝毫的虚假没有，一丝毫的我见没有，我见尚且没有，哪来的我执呢？这是普贤菩萨吧。大乘菩萨之所不及啊，大乘菩萨虽然我执没有了，我爱没有了，我痴没有了，我见还是有啊，没有断干净啊。怎么晓得呢？他的心量没有达到虚空法界。从这里能看得出来啊，他发愿要度大千世界众生，大千世界是个界限，一佛土啊，发愿度无量无边众生，他那个无量无边众生还是有范围的，两个佛土，三个佛土，十个佛土，一百个佛刹，一千个佛刹，它还是有范围的啊。普贤菩萨那个心量没有范围的，尽虚空遍法界，跟弥陀本愿完全相应。所以那是普贤菩萨，凡是有界限的都不是普贤菩萨，
普贤菩萨决定没有界限。真正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就量大佛大了。感得寿命无量，寿命是福报吗？量小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呢？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求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一生成就啊！古人常讲，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佛法，那个成就就证得圆满的佛果，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，一生就办到了。他方世界要经历很多事啊，生生世世啊，为什么呢？寿命不长啊，即使是我们看到世间自在王佛说法42劫，寿命还是有限啊，都不长啊，寿命不长决定退转。决定还是有障碍，这是我们要清楚要明白的。真正清楚明白，你才知道如何去选择。黄念祖注解里头啊，引用古大德的话来说，人民寿命无量是净土第一德，无量功德里面这是第一了，不错，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可是啊自己也要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配合，这才能成就。阿弥陀佛的加持是普遍的，是平等的，是决定没有分别的。为什么有的人得到，有的人得不到？得到的人肯跟阿弥陀佛合作，得不到的人不肯跟佛合作。佛教我们发心，我们真发心了跟他合作啊。佛教我们发心不肯发心就不合作啊。佛教我们修普贤行，我们不肯修普贤行就不合作啊。由此可知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四徒三辈九品怎么来的？看你合作的程度多少吗？不就这么一桩事情吗？完全合作，十报状元图上品上身，只有啊1%几的合作，凡圣同居图里面去完成了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我过去讲这个经，讲到这个三杯酒品，我跟古人讲的不一样，我是就事论事，佛在这一部经里头教导我们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，我们100%做到。做到就是合作，十报图上上品往生呐，我们做到90%，打了折扣了，
不能百分之百做到，做到90%。啊，十八图中品往生。啊，能够做到80%，啊，十八图下品往生。能做到70%，方便图上辈往生。一直到下面下品往生，也要做到20%啊！这是我们跟佛合作，20%都做不到，决定不能往生。啊，20%里头，诸位同学要注意到，最重要的。是真诚心，怎么晓得呢？因为三辈往生呢，每一段经文里面讲往生净土的条件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我们就晓得最重要的是发菩提心。菩提心真心呐，决定不能用虚妄心呐。世尊在《观无量寿经》跟我们讲菩提心，第一个，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啊，叫至诚心啊。第二个深心，第三个大悲心。啊，真诚心是体，你们有这个不行啊，决定不能往生啊。身心好善好德，大悲心是慈悲帮助别人，这两种心有浅深不同，至诚心没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积功累德多少无关紧要，最重要真心去做。我以真心积的是小功小德，能往生，生的品位不高。如果用是妄心去干这些积功累德，不能往生。果报是三界有漏的福报，这一点差别我们要不能辨别清楚，这一生呢，很容易错过了，啊，把经里的意思误会掉了。小善、小利、小功、小德，用真诚心去修，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啊。换一句话说。西方世界是真实的法界，一真法界决定不能用妄心、虚狂的心，你想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无有是处。你一天念100,000声佛号也不行。古人说得很好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可见的发真心要紧呐、至于怎样修身心，怎样修大悲心，怎样积德累功，所有一切大乘经里面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明白。只要我们常常读诵，思维体会，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那就是积德累功啊，就是身心大悲心的落实。啊，身心是自利，大悲心是利他了。一切都以真实心为基础。
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，这一句话是善导大师说的。善导传说当中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。阿弥陀佛再来啊！那么既然是阿弥陀佛再来，那善导说的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《观无量寿经四帖疏》，也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、自己住的，我们怎么能够不信呢？所以读到这个两愿，我们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纯是菩萨，人人皆是无量寿啊。老师没问题了，自己也没问题了。那么再看看同参道友、同学都是住上善人呐、个个都是发菩提心，个个都是一向专念，这就是上善之人。数量多少呢？数不清呐。不像我们这个世间，善人少，不善人多，处处有障碍，啊，人事上的障碍，比物质的障碍还要严重。物质障碍容易克服，人事障碍很难克服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了。寿量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，愿文上说得好，声闻天人无数。西方世界纯是菩萨，哪里来的声闻天人呢？本经在后面自己有解释，佛知道我们读了这个文会有疑惑，就后面为我们说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这种说法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，没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，像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那边人看到是天人，他是从天人道来的。那么有些是从声闻缘觉回小向大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这是声闻，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呢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的前身而生。我们是待业往生吧，一品烦恼没断嘛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烦恼还没断尽，等于他方世界的天人。见思烦恼断尽了，尘沙无明还没断，等于他方世界的声闻缘觉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都是从比喻上说的，决定
纯是大乘普贤菩萨。换一句话说，初发心的普贤菩萨，初性位的普贤菩萨，二性位的普贤菩萨，一直到等觉普贤菩萨，通通是普贤菩萨。我们断证的烦恼投诉虽然不一样，聪明智慧、善巧方便，跟大菩萨们没有两样。这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！第十六愿的交梁这段文字，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数量不可思议。那么这在极乐世界都已经成就了。黄老居士注解里面的第256页给我们介绍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他用最近科学家的讲法，值得我们做参考。这一愿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